我们大部分的这个闽南人呢，都是从中原迁移过来的。 那就应用当地的这个材料，烧制我们闽南的特色的一些红砖，那我们如何来继承这个整个闽南的文化呢？那我们就把闽南的红砖的这个记忆啊，我们给它继承下来。以蓝天绿树做衬，红砖白石，是闽南红砖建筑最亮丽的特征。 在泉州、漳州、厦门这样浓烈配色的大错，总叫人一眼难忘。宋元时期，繁荣的海上贸易开启，从此海洋文明的印记被绢踏上这片热土。在那一幢幢古厝里，充满南洋西洋韵味的装饰，也熠熠闪光地记录了一代代闽南人跨海闯荡的高光时刻。 闽南红砖建筑中最负盛名的就是蔡氏古民居。18世纪初，从菲律宾经商归来的蔡启昌、蔡资深父子，在故乡广购荒地，历时47年，为自己打造出这方精神殿堂，也为家族留下了传世。 无时不刻，爱拼敢赢的闽南人，在自己的天地里将个性恣意挥洒。每一个突出显眼的地方，都要精心的修饰一番。对砖石墙面的极尽美化，呼应了独特的闽南式审美，让它即使偏安东南，也焕发着异彩。 看路啊，闽南建筑的它屋啊跟旁边的墙壁，它有一个瘦肉有势的一种感觉，这种格式就不容易一些墙砖会倒出来的嘛，这个会倒闭。这条出店，比如说有的不懂的，实际当中它就直接就往这个这个就没出了，这个古建筑的这种规范，这个一定要出来。我们小时候就在这种出生长大，我们对这个闽南的建筑就很熟悉，因为我小时候都在这个新建啊里面打滚，啊到长大，啊到学古建筑这方面的记忆，所以这个记忆很深刻。 我正拿去当啊，公文七八，你来徛这边，我去徛这，正看。红砖建筑使用的砖是用闽南本地的泥土作为砖坯入窑烧制而成。屋顶的双檐龟脊凌空极繁。 勾勒着故土对外出游子的牵念，这种独特的标志只遗存在闽台两地，在其他地方至今尚未发现。厦门的大邓岛距离金门岛只有1800米，自古以来。 两地无论是乡音、服饰、祖厝，都一脉相承。
在荆门，七成以上的古建筑秉承了闽系红砖建筑风格。2013年，荆门文化主管部门向厦门提出，愿与夏全璋一起共同为红砖建筑申遗。那这些照片就是2009年以后我开始拍的，这张是2007年才拍的，有两岸的青年还有媒体来参观我们大连岛红砖古厝，他们感觉到像回家一样。明朝年代，郑和下西洋，大连岛是必经之路，他们在南洋打拼赚钱，就寄回来盖了很多红砖古厝。有闽南人的地方就有红砖古厝，有红砖古厝就有闽南人。岛上留存着建造于100年前的荆门县政府总部旧址，居民中的10%依然是荆门户籍。这些至今仍旧鲜活的红砖厝，娓娓诉说的是一衣带水的闽台情缘。北京时间早起11点整，悠悠大错，厚朴无言，殷殷乡情，赤子之心。一座座的红砖古厝用铜红鎏金书就了闽南人从故土出发博浪世界的勇往，又如同岁月精致而斑驳的绳结，连接着历史，连接着两岸，连接着世界。